了林女士每个月跟各位妹妹们说私房话时间，让我康康看到封面就进来的男孩子们有几个。千万不要让你的女朋友看到这些视频，不然你等她洗澡的时间又会更长了呢。哦，我好像在开车。首先呢是这个爱月舒洗液，既然看我视频的妹妹应该都知道私密洗液它的重要性。这个洗液呢它不太一样，它里面是没有水分的，都是那种纯植物精华，流动性很好。虽然说它是无色无味的，但是用完之后呢，我觉得它是可以很好的去缓解我们小花园的异味。经期也是可以用的哦，而且洗完之后呢就是很干爽，不会干涩，就好像说它是完全为你那里的皮肤是准备的。因为这里面呢是有库拉索芦荟汁，是可以滋润小花园的，还有像鹅勒冈葡萄提取物、英国进口乳酸，这些都是可以去止痒抑菌的，保护我们的妹妹。唯单是全部会用我们的沐浴露，然后呢再单独的去使用这个洗液去清洗。但我们身体呢也是要做分区护理的，有没有觉得今天又学到了？还有一个是我最近挖到的这个内衣洗护剂，它呢是专门清洁 bra 的，就像身体要分区护理，像我们女孩子的内衣和内裤呢也是要去做一个分区的护理清洁。它这个呢是这种硅胶的刷头，挤出来就是很绵密的泡沫。这个最大的好处呢，就是它不用去手洗内衣，只需要用这个硅胶刷头去刷就好了，不容易让内衣变形，可以去延长它的一个使用的寿命。像有一些内衣它比较贵，然后比较容易的坏掉，就可以用这种，就还蛮好的，比较省钱，而且它完全是热酸性的，除菌率也比较高。像有些宝妈的汗渍、奶渍就很容易去掉。像内衣这种24小时都在保暖我们娇嫩的胸部的贴身衣物，在洗护这方面真的千万不能马虎，听到没有？最后呢，就是这个背皮刀，是我之前去做医美的时候，然后医生给我用的。它这个刀片很锋利，它这个设计就完全不会刮伤我们的皮肤，它不是一次性的，就是可以用很多次，用来刮我们小花园的毛毛是真的很合适，完全都不会刮伤。割枝窝这个也很合适。而且刮得很干净，知道你们还差这一点流量，具体的呢我就不讲啦，反正这个呢就是很便宜，推荐你们入手。好啦，今天又是挖空李女士的一天，如果说你们之后还想看那种羞羞的话题，记得